各位早晨，我今日嘅早餐就系呢一嚿粗粮糕同埋娃娃菜啦。我而家去蒸糕，我嘅早餐完成咗啦。呢杯南非茶加咗两片柠檬嘅粗粮糕同埋娃娃菜啦。娃娃菜同粗粮糕我都系一齐蒸熟佢就算噶啦，悭时间悭燃料啊嘛。我又開始食早餐啦！各位喜歡我嘅頻道嘅話，請記得訂閱啦！祝各位 happy 每一日，拜拜！